事在地，时当令。国民健康署关心您的健康。红线菜根，红线菜根的所有食材，蛋白两颗，高汤一汤匙，稍微拌匀，玉米粉一茶匙，搅拌均匀备用。去皮鸡胸肉切小块，嫩豆腐切小丁，红苋菜洗净切断，水500cc， 开中小火，水滚后鸡肉丁下锅，将鸡肉丁煮熟，红苋菜300克，将红苋菜煮软，盐一茶匙，加入嫩豆腐，一半的文仔鱼，酱油一汤匙，红苋菜富含维生素 B2， 营养满分，淋上蛋白液，撒上文仔鱼，香油一茶匙，煮滚至蛋白凝结，营养美味的红苋菜根就完成喽。